老爸上身何时播出？8月8号，每周二到周五晚上9点。老爸老妈，老爸上身下身，上身蓝色橘色，蓝色白天黑夜，白天指甲膝盖，指甲手表耳环，手表你干嘛啦？是不是？下辈子想当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最害怕什么东西？那个第五怕，第五怕蛇。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手指头。眼睛。最不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脸型。哇，觉得他自己很完美，有没有看到？一句话形容对对方的第一印象。那个偶像。如果再回想我们第一印象，滴答滴答滴，好像很正。剧组谁最不按你出牌？5个。小五个。如果有机会，最想要有什么超能力？飞。任意门。我们结束，然后说接下来的话，可以改吗？瞬间移动。啊，没。所以往那边再来一次吗？天秤座很烦。好，没事了，这样。欢迎。老爸上身一定要小菜。每周二到周五晚间9点。对你来说最有温度的东西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好，接下来他是回答问题的部分。花枝。回答问题。花枝。好，我们继续。